小刘，啊，吃你一橘子啊！大爷，这个您真不能吃啊！嗨，不是大爷，就一个。不，大爷，对不起啊，我没行不？来，这算你这条子，来，不是，大爷，来，不是，5块钱啊！没你一橘子。哎呀，不是大爷，这不是钱的事儿，知道吗？这跟钱没关系。明白人。我净说嘛，这咋了？是钱的事儿，钱没关系，别的事儿。哎，啊，大爷，你咋这么顽皮呢？不是，我说不能吃，你咋还不挨开了？你说，你说是对皮吃啊？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咋能干出这事儿呢？你说，哎呀，哎，你这话是咋说的呀？不是大爷，我就不是不想吃你一橘子吗？没有，你小时候在大爷家吃了多少橘子，你数得清吗？我就吃一橘子，你怎么事儿这么大了？哎呀，我的天啊！哎！干嘛？好酸！哎呀！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一样的了？太伤自尊了！不是你大爷真有意思，你这，我说了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这不是我的橘子，这。再说我姓王，我不姓刘。你吃就吃吧，你还扔一地的，你说你这。谢谢啊，大哥。哎呀，谢谢啊。啊，没事。啥味儿甜的？橘子呀。我不知道啊。我尝出来味儿，我事儿，大哥。来，再拿一个。谢谢啊。哎，不是，妹子。啊。我又不爱吃橘子，你给我这干嘛呀？你爱吃橘子？不爱吃。你不爱吃橘子，你刚才还吃了一个。谁吃了一个？你没吃，你手里面拿着的。手。是这样啊，大爷吃的，大爷吃。大爷吃的。哎，大爷吃的。大爷多大岁数了？60-70啊。什么时候来的？哎，就刚刚啊。人呢？这不一功夫就跑了，一溜烟的。点火了。点什么火啊？我点火哪来的烟呢？不是。不是你说大哥呀，你说你奇怪不就一个橘子吗？还别出来个老头子来了啊？你说你至于吗？不是至于吗？你这真是那大爷吃的，知道吗？真是大爷吃的，真是大爷吃的。谁看见了？你没看见没事，我给你演一下啊！来，你就好比刚才的我就好比是那个大爷啊！哟，小刘。你大爷，你妈改嫁了，她今天棒啊！哎，急得不说，大爷吃一个啊！哎呀，不是，这么酸的，你跟你爸一样一样的，什么人啊？太伤自尊了，看懂了吗？哎呀，大哥呀，你玩的可嗨了呀！
是那个大爷吃的。对嘛，大爷吃的。那这个嘞？这个是我。不是不是，为什么？我这不给你示范呢吗？哎呦，你示范个什么劲儿了吗？不就两个橘子吗？你至于吗？我全都丢了。哎呦，没丢没丢，真是那大爷吃的。你松手。不是，这个真的是大爷吃的。你松手。那个、我你听我解释。什么来着？听我解释。哎呀，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就是嘛，啊，谁是妇女啊？我还没有结婚呢。调戏大龄剩女更不行。就成剩女了你。哎，咋的？你是我亲爹呀、啊。你谁呀、啊？我小王。小王谁呀、啊？行行行行，我小刘。你到底姓啥？姓什么不重要、哎，大爷，你告诉他，这个橘子是不是你吃的？不是的。你看，我是的。哎呦我去！大爷没有你这么玩的啊！来来来，我帮你回忆一下啊。嗯。刚才你是不是跑了三五圈？啊。是不是口特别渴？啊。是不是买不着水？所以我老伴儿给我带了个梨呀、啊。有梨你刚怎么不拿出来呀、啊、忘了大爷大爷就刚才吧我去了他洗手间我让他帮我开的橘子吧结果我出来的时间他就拿着橘子去皮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就说了那个大爷把橘子吃了不是我吃的扔了一地橘子皮这就一个橘子吃你至于编这么大的谎话吗谁编谎话了你们编我哪儿编谎话了、哎、我说的是真的、哎、你说的是哎呀姑娘，这橘子我吃的。你看看，你看看，终于真相大白了。大爷呀，大爷，你就是个活雷锋啊！什么？你还没有看出来？大爷为了缓和咱们俩之间的矛盾，大爷都替你背黑锅了。小伙子，你不对，我还不对。人与人相处嘛，要多点真诚，少玩点套路嘛。哎呀，咱俩谁玩套路啊？这是，你看他急了，他急了。哎，这样啊，小伙子，比如说，我口渴了，我就说我想要吃个橘子。大爷，你看看，哎呀，多痛快！我说这一个不够。大爷。俩了。哎呀。我说我吃了我媳妇儿还没吃了。大爷来。这一袋橘子我全送给你了。你看看。多大方。大爷。这袋橘子我全都送给你了谢谢你开导我哦哎呦我谢谢姑娘谢谢大爷哎呦多好的呀嘿你就跟人家大爷好好学学怎么做人吧这哎我看橘子是坏人他吃橘子反倒成好人了是吧吃个橘子小王哎呀大爷你终于想起来了是吧我想起啥了、啊、我不是叫小王吗不是你不是小刘吗啊又回去了哎呦天哪小伙子跟大爷给你讲一个故事来我哪有时间听故事啊我这个、哎、胆得很胆得很胆得很来来来来来来30多年前了哎呦我去我领着我儿子到我朋友家去串门我朋友呢在厨房里做饭我们爷俩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不知道了那么冲他那个茶几底下有一暖水瓶这时候突然就蹦炸了哎呦我赶紧过去这时候我朋友从厨房出来哎呦哥哥没烫着您吧踢了就踢了没关系啊哦我说哦哦兄弟我踢的我踢的对对不起啊一出门呢我儿子就问我爸呀
那暖水瓶明明不是咱给弄碎的，你为啥要道歉了？就是，又不是你踢碎的，干嘛道歉？真是。我就给儿子说呀，这个时候啊，说假话，他说真话可信，可信他也是谎言。善意的谎言吗？一个善意的谎言能避免大家的尴尬，你说社会多好啊！哎呀，走了，小王，再见。好，你又想起来了是吧？你别说，大爷脑子糊涂，道理倒是不糊涂。卖橘子，啊！